across the universe. I've seen many things so beautiful, it's true. But I never seen nothing like you. Is 相爱了五年多，也一起走过了很多路上的颠簸。然后很高兴现在有这个机会，也很确定可以跟你一起面对未来，属于我们的未来。那如果说我们之间的爱情就像一年四季来讲，我们在和煦的春天相遇，在夏天相爱，那在丰收的秋天我们举办了婚礼。哇！但我想告诉你，我会坚定的牵着你的手，一起走过未来的每个春夏秋冬。然后，谢谢有你，我爱你。哦。我不知道我老公准备那么多事情，我就简短几句话，但都是重点啦。嗯。今天我原本以为结婚对我来说还蛮遥远的，那我们今天就是准备要结婚了，那也很开心在我生命中遇到你，然后谢谢你每天都愿意听我分享每天的点点滴滴。对，那在未来日子你呢，我也会继续帮助你，然后成为你生活上的得力助手，那未来就请多多指教咯。哇，谢谢谢谢。I've gone, even in my dreams. No, I've never seen nothing like you. No one else makes me feel like you do. 我们现在呢，邀请到季田，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来吧，我们爱情遇上了缘分，让我们他们在这里加油，继续下去。是我是我，我们明天的约定，一起携手共度所有的甜蜜时光。谢谢，我们再一次的用掌声来恭喜小两口。耶！各位季田和玉林的亲友，大家午安，很荣幸来为大家服务这场婚礼，很开心。刚刚我们在外面也有见证小两口那个很可爱的证婚誓言交换，然后我们有递了戒指。但待会儿呢，我们正式的婚礼即将要开始，我们的新人还有双方主婚人已经在外面准备了。是的，目光请移向前方，看到门口见证季田玉林的幸福乐章。首先要进场的是我们男方的主婚人，让我们欢迎帅气的季田爸爸，还有漂亮的季田妈妈，欢迎，恭喜！哇，好帅，好美，好幸福！妈妈好年轻哦。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目光移向后方的大门。马上欢迎到的是今天全宇宙最帅气的新郎官季田，还有最美丽的丈母娘玉林妈妈。欢迎新娘妈妈和新郎进场。季田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帅哦，挽着妈妈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红毯正中央。现在呢，要来迎接甜甜你今生的新娘，也就是未来的人生伴侣。欢迎新娘玉林 Betty 还有爸爸进场。接下来我们进行最重要的仪式。好，现在先请妈妈走到你宝贝女儿的旁边，新郎请先跟新娘的父母鞠躬，谢谢您把宝贝女儿养育得这么好，也成为你今生的新娘。谢谢，谢谢贝蒂爸爸，谢谢贝蒂妈妈。现在呢，我们要请
玉玲先转身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谢谢谢妈妈的照顾，也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谢谢爸爸的养育之恩。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爸爸把玉玲的手牵起来，现在爸爸要把这双手交给季田咯。季田，祝福爸爸就把玉玲交给你了。好，没问题。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你们以后要相敬相爱，有空多回来看看爸爸妈妈，希望你们的小两口能够共创未来，努力让家庭能够幸福美满，玉玲就交给你了，谢谢爸爸，谢谢。请新郎新娘再给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鞠躬，谢谢，谢谢贝蒂爸贝蒂妈，也请主婚人转身入座，谢谢爸爸妈妈。接下来我们要再邀请宾客再给我们的这对最可爱的新人一个大大掌声，欢迎这对小夫妻，恭喜到台前来，好漂亮，好帅气，好，也请缓缓地走上舞台，准备进行到香槟塔的仪式。接下来要进行一个很感人的仪式了，在每一场婚礼呢，我想主婚人也是非常感动的，所以我们在此再次的邀请，哎，你哭了，我听到擤鼻涕的声音啊，怎么这么突然？你刚刚有没有哪一个点特别感动啊？听到爸爸说话。爸爸刚刚叮咛了什么事情？爸爸讲很久，你说你说，刚刚大概可以透露一点点吗？一些重点。爸爸就说他年纪大了，然后就剩下小女儿这样子。对，然后他希望我也可以好好的照顾他，然后一起经营家庭。对，真的、啊、不止这样吧？啊，刚刚很久哎。爸爸语速比较慢。哦，语速比较慢，真会说话。很重要，要一个一个字讲清楚。好的，那现在就来欢迎这个林简府的双方主婚人上台，感动的时刻，来给爸爸妈妈拍拍手，恭喜我们这两组亲家。爸爸妈妈，谢谢你们把我带到这世上，然后从小栽培我，辛苦你们了。每次回家就是看到你们白发跟细纹就觉得很难过。对，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可以成家立业，然后孝敬你们。对，所以虽然从今天起我要嫁人了，但我永远是那个最爱你们的小女儿。那谢谢你们栽培我那么多年，辛苦了，爸爸妈妈，我爱你们。抱一下，抱一下！哎呦，怎么哭的？妈妈也哭了，爸爸更是，爸爸从第一个字开始哦，就啜泣了，这样很感动哈、哦。好，辛苦了，真的是一定很不容易，很不舍了啊。生这样子一个小女儿，对对对，爸爸很棒哦，因为贝蒂嫁到一个很好的老公啊，你不用担心他哈。我也是有一些话想跟我的爸妈说了，因为其实平常不太敢跟他们讲这些内心话，然后今天借着大家给我的勇气，让我好好的谢谢你们。当然再多的言语也很难表达我的感谢，就是我平常其实不是一个很常打电话回家或是很常回家陪你们的孩子，然后有什么事情我其实常常都是藏在心里面，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然后虽然我的出发点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但是你们总是会用你们的方法就是一直的守护在我身边，就像超人一样，就是每当我出包出错的时候，你们都是第一个来帮我解围的人，真的很谢谢你们。然后在你们身上我可以看到一对夫妻互相跟扶持成长，是在你们身上我学习到很多，也谢谢你们的陪伴跟树立的榜样，然后这是我在这个家学到最宝贵的事情。今天我也找到愿意跟我一起共组家庭的玉玲，我们会好好的相亲相爱直到永远，谢谢你们，谢谢啊，好棒哦，好棒的两个家庭哦。哇，妈妈也是不小心在拭泪，好感动哦。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文定午宴
我是黄子佼。嗨，大家好，我是露露。今天有就欢喜吼，大家吼，从中午都播空来这边，我吃喝吃的吼。然后等你哦，我们会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哦。这个是今天特别for我们的新人的拜拜婚宴博哦。有。好，现在呢，我们就要邀请大家，一旦把你的眼光看到后面的大门喽。首先呢，我们要欢迎女方的主婚人婆虾噶崔瑞。欢迎陈爸爸、陈元田先生，还有陈妈妈黄琴慧女士，欢迎。现在我们欢迎陈怡婷小姐的爸爸妈妈入座，我们再掌声给爸爸妈妈一下哦，家有喜事。是啦，嫁早嫁就欢喜吼。马上要继续欢迎下面男方主婚人进场，我们来欢迎洪夏松先生、洪爸爸，还有黄蔚兰女士、洪妈妈，欢迎，欢迎两位。恭喜爸爸妈妈，请两位入座。恭喜恭喜。现在我们要有最大声、最大声的掌声，要欢迎今天最幸福的新人，欢迎洪浩峰先生、阿峰，还有陈怡婷小姐 ，Ada。恭喜两位交往五年了，终于选择在今天走向人生的新起点。这个起点有两个字可以来形容，那就是幸福。恭喜两位。在走上台上的同时，我们也要准备进行倒香槟的仪式。倒香槟是来自西方的一个习俗，香槟就表示我们两位新人永浴爱河，而香槟的这个液体的流泻呢，就代表两位在未来将会不断的沉浸在爱河当中，所以我们常讲永浴爱河。哦，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请两位一起手拿这个香槟，好，两位携手协力哦。好，我们要从上面慢慢的流泻下来，我们大家一起倒数好吗？三、二、一，请倒。好，谢谢两位，恭喜两位。好，我们这边请。漂亮，好帅气，好好。那接下来呢，当然是要邀请今天的东道主，也就是新娘的爸爸陈爸爸，应该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你要小心。欢迎陈爸爸上台。欢迎欢迎，主婚人陈元田先生来代表新人跟大家说几句话。欢迎爸爸。好，爸爸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新人或者是台下的贵宾说？你看刚刚露露有暗示哦，你也可以公开的哦跟新郎说两句话这样子。这是哎惊死哎，有啥物被交代无哈？对这个阿峰哈，我们怡婷，以后都看你的。以后都靠你了，你懂意思吗？就是爸爸就不管了啦。哎，好你叫狗啊啦，好你叫狗啊。哦，那有没有什么要交代女儿的啊？这是家里的三个姑娘第一个嫁出的，对不对？女儿吗？有一点点舍不得而已。哎呦，那有什么要交代提醒的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哇，很传统嘞哈，说实在有一点不舍了，对不对哈？有一点，但是这个爸爸妈妈都把女儿儿子教育得非常好，在我们认识这两位新人的时候，也感受到他们也相当的恩爱，很登对。但是呢，刚刚爸爸讲这个话，好像女儿也有一些话想回应，对不对？哈，女儿甚至呢，这个写了一封这个家书啊，来来来，我们交给你哈。刚刚听完了爸爸的叮咛。但是女儿呢，其实也有一些话想要对爸爸说。好，我们给新娘一点力量，给她拍拍手，加油！要跟爸爸，养育你的爸爸说什么？我最敬爱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也谢谢你们为了我付出与关爱。小时候总把你们的爱
视为理所当然，觉得我只得到四分之一的爱。但长大后渐渐懂事，才明白其实你们对我们的爱都是百分之百。我知道我的个性比较好强，总习惯报喜不报忧，能自己解决的事就自己来，只为了不让你们操心。因为我知道你们要担心的事已经够多了，多希望我一直都是你们引以为傲的女儿，永远不用你们担心，也希望你们每天开心无忧无虑。你们也常常叮咛我，找老公要找一个爱你疼你负责任有上进的男生，如今我找到了，就是你们眼前这位。我和浩峰会好好孝顺你。最后我想对你们说，女儿嫁出去不是别人的，只是多了新身份，我永远都是你们贴心的女儿。哇，没错，永远我们的 Anka 都是这个家里的小宝贝。哎，就是女儿要快要那个要结婚了，我就很不舍，因为她一直都在待在我身边嘛，从小就是一个很贴心的孩子啊，心里就是会很不舍这样子。其实他要跟一个他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们会为他很高兴啊。那就是，毕竟女儿长大了，就是要有一个自己有一个归属这样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对象跟他在一起这样子。这样想到说啊，嫁人了，要换一个新的环境啊，不晓得有没有办法适应这样子。因为现在很方便的，像手机。我们可以视讯啊什么的 LINE 都很方便啊，只是要跟他抱一下很难啊。对啊，我们就是可以当他永远的靠山这样子。这封信可能是爸爸这一生最想要收藏的一封信。爸爸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要不要回应一下？谢谢你啊，这么乖巧啊，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您教得好，但是来对我公就记得重点。他说：“爸爸，我嫁出去之后，我不是别人的啦，我永远是你的啦。”嘿娜，其实他们还有一段两个人已经写好要给对方的一段誓词哟。哇哦！接下来又来到了感动的时刻，新郎有话对新娘说，新娘也有话想跟新郎说。亲爱的怡婷。我们在一起迈向第六年，希望面对未来的每一个未知，所有的甜蜜困境我都会陪你一起度过。谢谢你爱着我，谢谢你相信我，谢谢你支持我，我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I love you。 Oh, I love you。 好甜哦，欢迎婷。亲爱的，很幸运在茫茫之中遇见你，我们从相遇、相识到相爱、相喜，中间经过了九年之久。相信这段坚定长远的爱情将引领我们继续迈向未来及克服种种挑战。要先谢谢你这五年让我过着幸福满足的日子，虽然常抱怨你不够浪漫，常想制造惊喜却被我发现。我们也像一般情侣一样会吵架斗嘴，但你都会先让步先安抚我，能走到这一天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不止一起成长，一起经历很多，现在我们即将携手走入婚姻，答应说好一起为未来努力，一起分享喜怒哀乐，说好不只是另外一半，还是最好的朋友，说好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轻易放弃，说好要当对方最强而有力的后盾。老公我爱你，希望用一生证明。哇，谢谢谢谢，希望大家都感受到他们彼此相爱的气氛，同时给予他们最深的祝福。今天的各位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子勋跟玉美的证婚仪式。现在我要邀请大家将您的目光移向后方，用最热烈的掌声及尖叫声来欢迎新郎高子勋先生及父亲
高永乐先生进场。现在我要请爸爸亲自的来为儿子系上这新郎胸花。妈妈都知道哟，谢谢爸爸。在这边，我们要恭喜爸爸，也请爸爸先行入席。现在子勋在红毯的中央，我要请大家随着他深情的目光移向后方。在眼中的是他今天最美丽的新娘，也是此生终身的伴侣。谢谢哥哥从小的呵护，在长大之后也支持他的决定。谢谢哥哥跟父亲一样的守护着他。接下来我要请大姐牵着韵美走上幸福大道。好好照顾他。现在我要请姐姐跟子勋来交换位置，也代表着交换在玉美生命当中那守护的位置，未来玉美就交给你了。现在我们的新人已经在这红毯中央，我要请两位踏出幸福人生第一步，请踏出，掌声恭喜他们。老婆，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2178天，在12天就满6年了。2000多个日子，除了当兵那一年，还有每个月值班的那几天，我们几乎都陪着彼此，依赖着彼此。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光，我很黏你，不喜欢分开。有人说小别胜新欢，但对我而言，每次眨眼都是小别，所以每分每秒你都是我的新欢。我闷骚古怪，但你迷人大方，但我们都善良的在医院上班，天天救人。我喜欢上山，你喜欢下海，但我们都热爱徜徉在自然的怀抱。我们都梦想环游世界，看遍七大洲美景。我来自台南古都，你来自人之岛兰屿，但我们都欣赏自己和对方的家乡。我们曾一起骑脚踏车环岛，用自己的双脚去认识每一寸家的土地。我们是如此的不同，却又如此的契合。但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在此，我向你承诺，人生的旅途漫漫长路，但再多的困难，再大的压力，我都不会放开你的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让我们携手面对彼此未来的所有挑战。我还没打开之前，我先说太不公平了，因为你国文太好，这样显得我写的。天哪，大家就听一下，你们绝对不会落泪。就是，我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包容。我的脾气在朋友面前不会显现，但是只有你知道。这几年过得很不容易，我很热爱旅行，常常就是机票一刷了就放开你就走了。对不起。我们也一起去马来西亚，然后日本、秘鲁。秘鲁大概是我最深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刚好登记结婚的那一天，所以我们那天就是穿着 T 恤牛仔裤，像那种好像可以直接在飞机上睡着的那种装扮。
没有人陪着我们，就是我们互相陪着对方。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三次的国考，然后当兵，还有我爸妈生病的这个时段，然后一直到他们离开。老实说，爸妈的离开对我打击很大，但是你说没事，我都在。或许是因为这样，看到你把我的家人也当作是自己家人一样的在乎，因为没有任何另外一半应该对自己的家人是理所当然的照顾。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妈妈生病住在我们这边，我们一起吃饭，那一次你吃了三四碗饭，然后妈妈就问我说，你是不是都没有给人家吃饭？天哪，我是不是很坏心？然后你就说，不是，我是本来就爱吃。然后他就很像小时候那样对着我说，阿姑可以吃，翻成中文来说就是，哦，亲爱的孩子，吃饱一点。那时候我就知道就是你了，老公，我爱你。是一株蓬草，漂浮曾在四方游荡，直至与你相遇才想生根。树下等你的时候，我幻想我是一个生物学家，听树上的蝉声，看枝头的鸟，还有玩路旁的猫。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常常问我为什么总是在抓痒，我说这应该就是等你的代价。那苏格拉底说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说过，温柔的妻子令你幸福，凶悍的则令你成为哲学家，而我是一个幸福的哲学家。准备婚事这段期间追忆的时候才知道呢，我们的时光飞驰，过得很快，往日的种种美好呢，总是有你在我身旁。未来过了今天之后，幸福还是在我们身旁。那谢谢你，我亲爱的妻子黄又嘉。亲爱的老公，谢谢你温柔的坚持与鼓励，让我有勇气筹备这场婚礼。2009年我们在校园相识，时间让我觉得忽然又悠长，长的让我总是想不起我们是怎么开始的，短的又一晃眼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想要一直好好保护并珍惜你的善良，我愿意和你一起体验这个世界，不管路上有多冒险，我相信有你就有最美好的风景。我最喜欢你，老公。She knows. Your pain gives me fire.
欢迎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来到翔翰还有佑嘉的婚礼。大家好，我是露露。大家好，我是黄子佼。恭喜恭喜，很荣幸呢啊，能够在这里服务这场婚宴。相信早上有很多人已经参与了证婚仪式，很感动了。是，接下来有更多感动欢笑的时刻，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现场应该都是翔翰跟佑嘉的至亲好友，一路这样见证他们从大学时期到现在十年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大家把你们的目光移向大门，左后方大门。马上我们就要来见证翔翰佑嘉的婚姻大事。首先进场的是男方主婚人，帅气的翔翰爸爸和妈妈，欢迎进场。欢迎两位，欢迎两位主婚人。哇，欢迎帅气的爸爸，美丽的妈妈。哇，享受一下嘛，对，挥手挥手，两边给点掌声哦，给点祝福，欢迎最幸福的爸爸妈妈，今天好开心哦，可以入座哦，辛苦了辛苦了，好开心开心。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欢迎今天全场全台最帅的新郎要进场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来欢迎新郎翔翰进场。转身，接着下来，我们马上要迎接的就是你今生最爱的女人。欢迎新娘佑嘉，还有佑嘉的爸爸，还有佑嘉妈妈进场。接下来是重要的交手仪式，我们现在请翔翰把手伸出来。要不要交给你？好，交给他。好，我是大手。好。我们把掌声给爸爸妈妈一下好吗？也把掌声送给新人，谢谢，请入座。接下来，这短短的一条路等了十一年，欢迎新郎新娘走上舞台。邀请现场大家送给新人最大最大的掌声，尖叫也是可以来一点。这一段路就几步路而已，但对他们来说，他们走了十一年才走上今天的这个红地毯。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也是非常的感性的。我们要谢亲恩呐。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双方主婚人上到舞台来，好吗？我们再次的掌声欢迎双方的爸爸妈妈到台上。爸爸妈妈，能够让见证我迈向婚姻，哦，也谢谢奶奶跟我们家族的亲戚朋友。能够祝福我们这段婚姻，谢谢。妈妈，我一直觉得你是工作能力很强的人，在职场上发光发热，同时要为家庭付出，真的辛苦了。我由衷感谢你的养育之恩，因为有你，我才有两个那么好的弟弟。家勋、家珍是我的心头肉，是我脆弱时最强大的支柱。谢谢你让我如此幸福。爸爸，你常常要我回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一定是我现在太不可爱，总是伤你的心，对你说话都不加修饰。但关于小时候的事情，我还记得一些画面，你背着发烧的我去急诊，送鸡汤到补习班，还有我受伤，我被欺负了，你心急如焚的样子。身边的人都会告诉我，你爸爸很爱你。我以前没有特别的感觉，只知道我是三个孩子里面被打最多的。
现在我想跟爸爸说对不起，谢谢你在成长的过程苦心教育我。我长大了，结婚了，但我永远都是你的宝贝女儿。最后我想跟天上的小玉妈妈说，妈妈请你放心，我会好好爱护我的家庭，如同你留下的爱一直支持我长大。谢谢，特别感人，谢谢，好有爱的一家人。那我们现在呢，就邀请大家也一起把桌面上的酒杯可以斟满，或者是果汁哦。好，好，我们一起高举你们的酒杯，祝福这对新人。3、2、1 ，Cheers！ 好，干杯！祝福他们长长久久，幸福圆满。好，恭喜恭喜！见证婚姻起点。现场祝福，婚礼歌手要带给大家满满的幸福感。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幸福小铃铛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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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